早安。那么早，早安可以更早的。我刚刚才开始更新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对，我现在鼻音很重，不鼻音啊，就是可能感冒的那种声音会比较重。今天终于上啦，我们的珠子 DLC。感谢果子的八个月订阅，黑绿安安，果子安安，小熊不熊熊的一，你谁啊？马同学，干马同学安安，亚马克安安，佩佩佩安安，依依安安，真真安安，青蛙安安，好青蛙，玲玲安安，好，你可以回去你利诺台了。你发烧没上学？你是不是也流感啊？我这两天才感冒的哦，好不舒服。我那时候还想说，我以往都是生日前的时候会感冒，结果这几年来都没有感过冒了啊。结果突然又一个感冒啊！棉被猫安安，猫之翼安安，你童仔安安。玲玲，你可以回去利诺台了啊！虽然他邀我玩那一款，但是我很想玩啊。只是我现在玩的话，我会吐出来。我现在头好晕。好，我们来开始玩了。繁星你好啊，你好，我是吉尼亚，真奈亚，安安，怎么了吗？打扰你寻宝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他怎么叫做不好意思？我就叫做不好意思。其实呢，每年这个季节的时期，学校都会和其他学校联合举办夏令营。听好喽，听好喽，繁星，你被选为参加的学生了。夏令营的地点位于东方，叫做北上乡的地方。我还不去睡觉，你知道，我就是很想努力睡觉，闭眼睛闭了很久，然后想说滑一下 DC 好了，看到说啊开始玩了，我就起来了。因为那个地方很远，这次还特别缩减的参加人数，这次还不能参加的几率真的是很低的。详细说明会在学校的入口大厅进行，当然夏令营不是强制参加的。但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来。那么，请你考虑看看哦。完了，我们要被献祭了，请到大厅入口吧。有吧？听得出我声音已经快死掉了吧？对吧？有没有很心疼这个繁星主播？莉莉安安，样样早。哦，赞啊！学校的北方，哦，不行哎，好想吐哦。雨林安安，早安啊！早安啊！你看看，你都大二了，冲呀！老了老了，说啥呢？今天。哦，最近出门去超商的时候，都感受到一些年轻的气，年轻的氛围，你知道吗？路上都开始看到一些新生，哇，空气仿佛都是香的了。嗨，
是我是我。已经可以玩了哦、喔。刚刚 DC 看到咪咪他们在贴、啊、那谁，冰冰吧，冰冰在贴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啊，赶快爬起来宰了。来愿安。嗯，我叫繁星。哦，你有钛金珠啊，不愧是资源丰富的帕迪亚。不，你应该特别优秀吧。哎呀，抱歉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白雷亚老师，靠药。都在看路上的新生吼。没有，因为前几天我那时候刚准备感冒的时候，我想说半夜肚子很饿，我想要出门买东西吃，就一大堆看起来又像是新生又像是那种高中生的全部聚在超商门口，应该是新生那个啦，那种联谊还是什么的，就一大堆堵在门口，烦死了。真羡慕啊，我也想去，那名额给你啊。啊，如吉尼亚老师所介绍的，我就是白雷亚，是蓝莓学院的老师。那是合众地区，白雷亚老师在那里当什么？合众是第九世代的吗？我总记得合众好像是前四代的啊。今年夏令营由蓝莓学院负责领队，所以我来接繁星你了。哎、欸，他是用女部的你耶，哎呦。北上乡以田园风闻名，虽然有点土气，但是个神秘的地方，在那里检测出了和巴迪亚地区太进化现象相同的能量。我正期待着在领队的同时，还在这边带着自己调查。啊，哪天有机会的话，真希望也能让我好好调查一下巴迪亚巨坑里面啊。如果没有宝可梦联盟或者批准的话，很难进去调查。我已经申请好了，期待着让你们回复哦。看到学生真的是变老了，还说啥呢？啊，反正是把人家真不好意思。总之呢，夏令营能够把你寻宝的舞台扩展到帕迪亚以外，是个难得的机会啊，难得的机会。我帮你更新一下图鉴的 APP， 能借我你的手机骆驼母吗？呀、yeah, ，要补图鉴了，开心！北上图鉴，好。哎、欸。那么繁星前往北上乡得搭飞机又搭巴士，我要吐了。能下图鉴吗？不是，他说在东边又叫北上乡，我就觉得他怪怪的。哎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前面这几排的。都要放生光光了，没有用啊！应该要放生光了吧？反正当时只是想说给那些没有图鉴的人帮忙补一下用的，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啊，走吧。等其他学生都到齐了，我们就出发吧。我听说参加的学生是用抽签决定的，其实都第一次见面的。虽然我是大家的领队，但我也有想过自己的下礼。娜姐啊，哎，你不是隔壁的吗？你好，你好。你不是，我想一下哦，蒂诺那边的吗？你好，你好。对了，你知道猪之书吗？
哇，你看这个这个丝袜，真不愧是本世纪出名的超自然书籍。那么，书的作者海泽是我的祖先哈，我拥有他的原版书哈。跑过来看看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看，这是在出版的书里被涂黑而无法阅读的部分。哎呀，这个不就是之前大家解析的东西吗？观测队的宝可梦们走散时，我似乎在巨坑的深处发现了不可思议的物体。那是不是宝可梦？算不算生物？皆无法从得知。无从得知是谜，是种谜样的存在。它的外壳有多重六角形重叠构成，发出的光比宝石还来得耀眼。那个形状就如同圆盘一样。我暂时将这种生物称为泰勒巴哥斯。怎么能念？泰勒巴哥斯。我推测促使宝可梦闪耀发光并结晶化的武器正是在他身上。这上面描绘的宝可梦名叫泰勒巴哥斯。利可项链？什么利可项链？据说海泽在地灵区的深处遇到这只神秘宝可梦，虽然世人们都不相信这件事情。我的梦想是找到泰勒巴哥斯，证明海泽是正确的。话虽如此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到进入地灵区的许可。好，我带你去啊，你进入我的宝贝球吧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正打算就是这样做事。我们准备好了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裤子上面有那个啊绳子啊？那小弟弟也有，看来都到齐了。那么大家，我们去北上乡出发吧。这老师的屁屁翘翘的、欸，哎。哦，宝可哦，地平线的动画哦。哎，我没看地平线。哎，有快龙。我没有看地平线了、欸，哎。呜。我刚刚看成可莉的项链，我说可莉的项链，我不是可莉玩家。是新的地方，又是飞机，又是巴士的，坐的屁屁好疼啊！哈哈哈，漫长的旅途，大家辛苦了，有人走散吧？怎么才四个？那么欢迎大家来到北上乡，这里就是松山的夏令营台。你在乱念什么？繁星，你在乱念什么？哇，做得好，好棒哦！你看，田园嘛，就该有个蜻蜓啊啊！刚动画好像动身了，真的。那前面翠绿镇，也就是我们作为据点的村子。小小子安啊，老子我的不舒服，我真的有点不舒服，看来是晕车了。大家一边欣赏天风景一边休息吧。繁星，我已经拜托你，可以请你到前面的翠绿镇居民会馆，告诉管理员先生我们到了吗？如果你能顺利帮刚刚学生不舒服，我卡里马斯达。嗯，你真是可靠啊！我要在这里照顾他，所以事情就拜托你了。好的，我们即将开始第一场战斗。喂！这里无法骑上安妮球，我不，我们只能走路了。哎、欸，不是。
去吧。好喂，快乐的补图鉴时间。不能用野餐盒子。等级54，我觉得它跟剑盾一样啦，它就是是照你原本的那个感觉，是照徽那个你有几个徽章，这边就是几个等级多少啦。像如果你是第一次玩，然后直接来这边的话，等级应该也都是二跟三啦。嘟嘟嘟嘟！那这样巫波就正式成为不见了呢，就可以真的拿来补图鉴了。招式机，诡计耶！不能骑，可恶！娘娘马，不对啊，他们生一等，我就可以放生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？等一下，看到地上有一只怪怪的虫在爬。你是谁啊？宝宝姐，红宝宝，那叫什么？去哪？去哪？等一下，它可以进化，对不对？它能进化吗？完了，小雪藻学会就是那一只哦。我知道被说了，我会死在这啊！
看来我们的羁绊，萝莉姑，快逃走！好扯哦！你逃不过，你就会死了哦。好了，赢了。输了。有点想哭了。这是怎么那么秋啊？可恶！别挣扎了，进来吧。狗狗。啊，萌萌咧，萌萌就不会进化了吧？阿罗拉地区的我就真的不熟了。萌萌，萌萌，哎，还是会哦。奇怪，我刚刚看到这边有啊。啊，在这，在这。伙伴，我真的想拉肚子哎。叫得出名字，但对他不熟。快去！虫跟妖精，萌萌，看一下哦，还要从这边看。哦，等一下，肚子好痛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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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嗯。喵。让我上去。好，我去上厕所。六位，你可以现在换啊。你就是帕迪亚地区的那个什么学院的学生，好帅！
完了吧？不是好漂亮吗？好可爱之类的。我是丹哦，丹宇，我看丹叔，啊叔，很抱歉，我是不会让外地人进入翠绿镇的。你要是无论如何都想进来，就得和我一决胜负。根本是姐姐想找人对账而已吧？阿里，你很啰嗦欸。不用理我弟啊。不是，我还没补血。丹鱼，丹鱼，呆鱼。哎、欸，我没补血啊！你也跟尼莫一样，帮我补个血吧。欢迎来到北上，先品尝泥土的滋味吧。啊，爱吃土。哎呦，原来还懂得属性相克啊！啊，那还用说？我不只懂得属性相克，我还知道等级碾压呢，好可怜。哎，是不是不该都带这么高等的啊？我觉得是不是啊？叫屁啊！哦，战斗。既然来玩了，是不是应该用等级差不多的现场抓的来开始打对战会比较好？哎呀，哇嘞，老天！真不甘心，怎么可能会输？好吧，勉强算你及格。框框安安，好好休息。哎，不可以好好休息，我要好好的玩。你们怎么从立冬那边跑过来了？框框嗨，去电脑找低等级的抓几只先来哟。不是，我电脑也要找50级等左右的啊，这边50级等的，这边等级都50级等开始欸，所以我应该是野外直接开抓，然后抓一些开始用这样子。阿力，我们走。好欸，我可以去拉肚子了。哎呀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你是学院的学生吧？我是在村子里管理各种设施的管理员，将会由我负责照顾来自学院的各位。我说啊，刚刚那对姐弟没有对你搞怪吧？有。哎呀，那两个孩子，特别是苍井石头，让人头疼。要是给你添麻烦了，真是抱歉啊，真抱歉啊。什么？在公站那边有学生不舒服？我马上带人。你要拿什么回复药？拿回复药对着训练家喷，请你到那边的居民会馆等一下。那我失陪了。乔伊小姐耶，居然是长这样的。哎、欸，嗨，你好。看不到。
都先击球，抱歉了，抱歉了。冰蓝汤，你不在厕所吗？我要啊，但是我怕忘记补血。新的招式学习机，现在有哎、欸，那就是筛选功能，请务必试用看看。没有。我动不了了，白痴哦！哎，好想喝结冰水哦，不对了，好想喝冰水哦。繁星，谢谢你帮忙传话，那位同学现在就……哎，如果我们不走这个主线，我们到处去打宝可梦的话，那个不就晕死了？好的，大家，这里就是居民会馆，也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要住宿的地方。照计划来说，蓝莓学院的学生也会一起在这边居住，原本应该是这样子的，但是现在改由橘子学院的学生单独住在这里了，因为这个村子嘛，那些孩子的故乡嘛。那么进来，请进吧，请进，请进，暖暖小小小猪啊，小山猪，来来来，不用客气，赶紧进来吧。啊！穿着鞋子进来没关系，鞋子沾了太多泥巴屎，就在入口用水龙头上面冲洗一下吧。哎、欸，风铃铃，哎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装潢很漂亮吧？这座设施是新盖的，所以各种设备的水准也不输给城市的。哎、欸，这里是交易厅，可以看电视、聊聊天。请随意使用哦，这边好棒哦，我就喜欢这种地方哎。哎，食堂在那边，厕所的话这边，快，我需要厕所。要休息的时候，请那边房间休息，一人一间的哦。哎，说明的差不多了，要是遇到什么问题，就请告诉柜台的工作人员吧。谢谢您的说明。那么大家接下来要照顾我们的工作人员，想说哇。还是我卡在这个画面去厕所，然后就卡这个画面，你就看一下左边那个多会当小鸡的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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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那种。我的文字哎，在这里，不信。主播去厕所。
抱歉，我忘记我还在开台，我差点在厕所睡着。啊，爱查德安安，我差点在厕所睡着。其实也没有拉多少东西出来，是肚子痛，蹲了好久蹲不出来。请把这一当做自己家吧。今天移动了那么远的距离，大家应该都累了。虽然吃下有点早，但我们先吃完早。我们准备了很充足，大家不要客气，尽管吃。差点在厕所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晚上是我自由活动，不过夏令营明天早上就要正式开始了，所以要早点睡，别睡过头了。嗯，你是卖什么的？打开包包等的时候，那上下边框的颜色，它是可以根据你所在的地区而改变颜色的哦。手机若托姆上下框框的颜色，你想要改变它的设定吗？哦，开包包。哦，酷欸，绿绿的。哦，橘子。我在想会不会看到繁星消失 N 小时，不会啦。吧。好啦，入境随俗吧。哪边是厕所？哎，这边是厕所。哎，真的哎。女生的。那是什么？池塘，多功能厕所哦。有姑姑哎、欸，出去。啊，不是。他只能睡了呢。这叫噔噔噔噔噔。有睡好吗？从今天起，蓝莓学院的学生也会一起，也会和大家一起行动。可以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吗？丹鱼啊，外地学院的各位，我希望能和大家啊，这个女生。是无力。他们两个是这个村子在地的孩子，要是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们帮忙，你们要好好帮大家哦。课题内容是定向越野，要请大家两人一组找出北上设置在北上乡的三个看板，看板上面写着北上乡的民间故事，希望大家读一读认识历史，并用手机或相机拍下两个人和看板的合照，和三个看板分别拍好照后，任务就完成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探寻北上乡的历史，定向越野之旅。
啊，那比听叔叔我的长篇大论还来得有趣吧？天哪，真的是别出心裁的课题。对了，我有礼物要送给大家，自拍棒对不对？哈哈，弱拍棒，小心把弱拍棒放到重要口袋里面。弱拍棒能让手机弱托姆搭个棒子就能自由这样子啊？不是啊，弱托姆不是会飞吗？就能从更远一点地方拍摄，在自拍时按下 X 键，怎么自拍我都忘记了。即可使用弱拍棒来拍照，由于能从更远一点的位置拍摄，与朋友一起拍照很方便哦。增进学校之间的交流也是夏令营的目的之一，而这个课题也是有个熟悉北上的人就会比较有利的东西。我希望大家尽量和其他的学校的学生组成一组做做交流。你们想要我选谁？能选的话啦。哎，怎么自拍啊？哇，我还记得哎，在自拍时按下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表情，在使用表情功能按下可以自由改变脸部表情，在拍照时按下 ZL 或 ZR 键即可播放音乐，播放音乐时从球里放出来的宝可梦会有反应。Y X 哦，哎，燕子 ，Hello， 我怕你可能会离开，没事，我知道。你赶快速速撤离！现在还只是在拿自拍棒在乱玩，没事没事，早安啊。我最上相。怎么那么像安妮平时会弄的啊？好怀念的对战歌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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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后来才发现巨鲸怪是不是还没开放签证？可是预告片里面不是有那个吗？有那个铁亚铃了吗？有吧？你们有玩的铁亚铃是不是有进来啊？我怎么记得预告片里面铁亚铃有进来啊？铁亚铃被关在蓝莓学院啊啊！要等那个了吗？那个等下片的对不对？啊乖，你不要哭，至少有出现。你看我手上这只小可爱，它没有牵进来哎。好啦，选你了，好不好？是，没事。既然赌咒来搭话，我还真是佩服佩服啊！对了，昨天阿力就说我弟弟对你的着迷的不得了呢。啊！还有他喜欢我。被关在蓝莓学院，落空的第一手。选居然没有被牵进来，对啊，哎，人家路卡利欧跟沙奈朵都可以进来，啊，凭什么君君儿没办法进来？我想反正他自己也说不出口，你就和我弟弟打场对战吧。来来来，打架我最爱了。
哦，想不到你居然蛮贴心的嘛，我弟弟也会很高兴的。阿丽，繁星抓给你对战，那你？老喷超爽，永远有签证。不止老喷啊，胖丁也是啊，胖丁、皮卡丘都是，不是吗？啊，胖丁只有在那个啦，阿尔宙斯没出现。完蛋了，我好像真的没办法开太长时间发烧配上室内温度40度，好像真的没有办法。我以为我可以开到，开很久啊。啊，伟力下去，伟力。那就多休息一下吧。感觉只能这样子了哎，我突然眼前好像看到上帝了，可是我怕待会有只宝可梦要开台错过，可是我现在是有点想吐。那先休息吧，这波流感很恐怖欸，注意身体。怎样？你有认识的人有流感，也感冒了吗？你会叫我起床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对啊，那个人叫燕燕子啊！啊，你什么时候感冒啊？听你前几天好像还没有啊。阿丽的实力差我一点，你挺有两下子的嘛？哎，都是一下一只啊，好可怜哦。哎，真的该抓一只现场的开始打对战呢，这样子一下一只的感觉。只是感觉来这边体验剧情而已。想吐的是肠胃炎吗？没有欸，我不知道欸。我就是拉肚子，然后全身酸痛无力。啊，现在想吐可能是因为那个啦，吃完药之后的副作用吧。没吃药没事啊，吃了药之后副作用就是有点想。已经快好了，但是现在也没有完全好。哇，这个姐姐是很会做人呢。她这个只是在害羞。哎，如果是男生性别的玩家，他也是会这样子吗？好好奇哦。等着大家走入肉母吧。如果需要伤药或是精灵球等道具的时候，请到那边的陶喆商店购买。那个看板的话，穿过村子西边、东南西，苹果园有个宝办广场，宝办广场去那边比较好，不只是进。能按照顺序看会比较进懂吗？我会给你添麻烦，我会给你添麻烦，所以我远远的看你就好。哎，我是他，我就会先挑最远的，这样才能多一些时间跟他一起啊，多陪陪他的时间就更多一点了。L 键。哦，哎，其实地图没有说到很小，
喜翠狗狗啊，就是你耶，钢石的后代。好辣哦！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完全没有注意到你。你是嗯，对了，嗯，对了，不是啊，我一定猜得出来，你是从帕提亚来的，不是家里的学生。呵呵，毕竟村子中小一个，很多消息自然而然就传到耳朵里啦。我叫做莎莉，是个有点喜欢相机的女人。这是我的搭档卡蒂果，她头上脚很可爱吧？蜂蜜水哦，啊完了，我是买了很多 fin 啊。他看起来像喜翠魔代，他就是钢石的后代啊，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跟猪被生出来的啦，不知道、哦。虽然一见面就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能不能请你让我拍张照片啊？来，同学啊，你这么乖巧，让人很担心哎，不可以这么随随便便相信不认识的人话哦，但还是要拍照的啦。嗯，哇，后面那个瓦斯哇做的好好到地哦，看到右后方的瓦斯桶了没？感觉你这个人很特别很有趣，我暂时会把这个村子当成据点来活动，等你把该做完的事情做完可以再来找我，比如收集完150只北上土田之类。干嘛，我有真闪耀护符吗？北上香闪耀护符，呜呼，你看这个瓦斯桶它做的好棒哦，来上去看你。雪莉安安，甜甜苹果，阿伯蛇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我要开始亲一下宝宝了，就拿你们开始开刀了。欢迎安安啊，抱歉，真的现在其实不是我，就算现在哎，我的队伍也太多母的了吧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多这一只不能放生啊，这只要小心一点的。今天还拉肚子吗？对啊，刚刚才拉回来，不是拉回来，刚刚才拉了一波回来，虽然没有拉什么东西出来。
这边是为了当时哦，没也不是哎，这边是当时是想要帮人家补图鉴用的。这边你有没有发现很多都是三阶进化型？啊，这边也是啊，这边很多都是那时候在补图鉴的时候留的。补多补充水分，不就是因为水分补充太多才会拉更多吗？不是因为这样子吗？肚子好痛。五十多等，因为他还没有进化，他还没有，因为我现场抓的，现场抓就是五十六等，懂吗？他本身就五十几等了。避免拉稀造成脱水哦，也是啦。有啊，我这几天水分补充的比平常还要多哎，因为我平时也没有说水补充的不多啦，反而是喝到太多，躺下来会不舒服，所以我都怕喝太多去睡觉。这地区基础等级这么高，剑盾当时凯之孤岛那时候不是也差不多吗？就是你们如果本传的进度已经都打完单地了，那你去凯之孤岛不是等级也都是五六十吗？我记得是这个样子啊。但是如果你的本传的那个进度没有到打完单那个。丹帝，因为那时候我看西罗亚他的直播嘛，他那时候丹帝都没有打，他好像只打完第一道馆吧，然后直接去那个凯之孤岛，然后那时候那边的等级就是不到十等。没玩剑多不清楚，没事。这也要放生吧。跟着主线，对啊，普普通通，普普通通，普普通通。没有，哎，皮丘，还有紫色的，那叫什么？紫色的奥里龙。
这个是各位的女朋友哎、欸，而且是母的哎、欸，就叫你女朋友了。看到伟力了，说到了女朋友了。哦，不行，我快吐了，完蛋了，我真的好想吐哦。嗯，好啦，我晚点再开好了。我以为我可以，没想到我不行。我以为我的温柔，好，我们晚点见。那、啊、如果我晚点，大概休息不到几小时起来，那肯定就是小朋友把我吵醒。哎，想说哎，好啊，都不要休息啊，我开台好了的感觉。没事，好好休息。哎，问题大了，问题大了。哇，好多苹果剪哦，这可以剪吗？不行。你是什么？这个是幽尾鳕鱼吧？不是开学了吗？啊，你有没有想过是半天？小朋友半天，你是不是忘记了这种事情？国小生是半天，原本也以为，还是洛丁鱼吗？洛丁鱼有签证吗？这个。等一下，格斗打不赢超能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怎么打？我怎么看都像幽尾鳕鱼啊！好啦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就好。我觉得是那个哎、欸，喜翠形态的幽尾鳕鱼哎、欸，他该不会喜翠形态的也丢进来了吧？天哪、啊，那只狗狗就很合理了哎、欸。白痴哦、喔，喜翠形态的啦。哎、欸，我其实不会用这只打哎、欸，电光。关我屁事啊！我总是在贝壳之灵，我不是应该要带节拍器吗？哎、欸，
怪怪的哦，有人盗我的账号哦。哎、欸，以前太进化的脚下会有星星吗？我总记得没有，对不对？以前脚下有那么明显的星星吗？这种高强度的战斗，帮血很多的敌人塞一招很痛的舍身攻击，真的是很垃圾。对啊，哎，没错，我是不是可以退出战斗再打一次了？我觉得打不赢哎。怎么会带贝壳之灵啊？去休息吧，打打看。听到狗叫声，哎，外面的狗啊！昨天跟利诺玩也是说，怎么有听到狗叫声？哦，我家外面的狗。利诺的狗，怎么觉得左边那个 NPC 好像哎，两个威吓吗？太扯了吧！天哪，这是什么神级的啊队友啊？降太多了吧！可以跳过动画吗？会打不赢啊！
好喂，出来再威吓。Nice。有跟上了，跟上了啊 ！HP 开始跟上那个进度条了。靠腰啊，对呢，都忘记还会开盾。怎么进度条跟不上啊？我好担心啊！会不会这五分钟打了一场空气啊？晚上七点要记得看解的，排程出来了是不是？好欸，那我不开台了。应该是打得赢吧。我看到我的抛物面充电好像不够嘞。自己亚六哦，啊完了，这个动画一大堆的，哇，看来是不够了，算了算了，动画过久，对啊，不要再动画了，求你了，不要再动画了。
可以，去吧。哎，叫一下，哈哈，靠腰啊，意思人。真垃圾设计耶。啊，好啦，我先去休息，先去吐啦。晚安，晚安，平野果。哎。大家晚上见啦，没开一定可以在姐姐那边找到我，好不好？大家拜拜。